叫川风拂面，啊，叫神龙摆尾。打开之后，距离你可以用尺量一下，它们之间都是一样的。还有凌波微步，咚咚咚。哇！还飞龙在天，啊，面上马啊，这边招上子马，飞龙在天，啊，这一招叫鲤鱼跳龙门啊。然后就哥哥捡上去了，我们只要一秒钟就这里才打上来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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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招叫移花接木啊。移花接木。然后就。哇。从这里打开。最后一招叫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啊，这个好厉害。哇，太好。哇。